咻，我一下子八度八汗，一下子遮蔽，咻，一下子锦绣龙门，你讲我够力没有？啊？大家晚上好，进来的先帮我公开分享，来，我们来聊聊天。今天由我来主持哈。啊，因为蚝油哥生病了，我们的最重要的那个钉啊，看病了。啊，我们的那个。哦 ，FM 主持人啊，最厉害讲话那一个啊，看病了。哦，最近有一点点哈脑塞，塞到有一点哈血液不循环。哦，然后呢生病了。哎，来大家晚上好啊，陈南翔晚上好 ，OK， 李沙健晚上好啊，李红洛晚上好 ，OK， 全部的晚上好啊。哎，你知道我在哪里没有？你们看这个环境，你们知道我在哪里没有？来，给你们猜看一下，来，我在哪里？你们大概知道吗？我已经回来吉隆坡了。那么今天我在这里顺便吃一下好料，因为我怀念了，他的食物，所以我过来吃了。姐姐有在里面，我只是先在外面先聊聊天 ，OK。光头蚝油哥江大志都倒了啊，是啊，人非神仙啊，也会生病的啊，OK， 来，我先调一调那个镜头先啊，很累耶。早上从 JB 谈东西谈了三个过后，我就开始下来了，下到来过后就马上试一下一个新产品，试了一只葫芦汁药材鸡，哇 very good 了，试了一只不够，肚子还饿，所以我直接过来锦绣龙门吃一顿啊，然后姐姐开完直播直接跑过来，她也要吃。锦绣龙门在 SS2， 啊，我们今天来聊聊天一下。Great 勇气，云顶我不敢去咧，现在十多个人中了咧，我怕咧，我好多事情还没做，我怕。OK， 我们一边讲一边进去了哈。大家吃了没有？全部人都吃了，剩下最后一个就是JJ 刚刚到，所以他刚刚在吃着。我先开一下，大家 ，OK， 这一个地方你来到的时候是吗？我可以跟你们讲 ，OK， 很舒服。第一，它的那个装修全部来自中国运过来的，然后呢，在这里再请中国人飞过来帮他们装的，所以呢，这边的装修呢真的很美。有谁星期一过后？CMCO 开放了，你们没有地方吃，你可以过来吃一次，真的很好吃啊，很好吃，没有骗你啊。OK， 来，光头哥哥泵还有 CMCO 吗？这个 Isofon 我还不够清楚啊，等多两天先，我看一下，因为要等拜一他才有宣布，他会开放式了，就是有很多那种有 block 的地方啊，会跟他收掉了，就是不会有这么多 block 了啦。OK， 光头哥晚上好，哎，梁思胜晚上好啊，跟定啊 ？No， 没有去银顶呢，我直接在这个 SS2， 这个叫做 The School， The 学校啊 ，English 啊 ，The School， 加 Year One 啊 ，SS2 加 Year One。晚上好，吃火锅吗？是，吃饱了，已经是吃饱饱了啊。OK， 吃饱饱了，然后也吃了很多东西，有吃那个毛兔有听过吗？毛兔很好吃，很特别，很脆。OK， 锦绣龙门在哪里啊？加热 One， 你们直接用这个等一下我会发上去。我们先等一下来再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好，那么来，现在我开始进去了啦。开始进去里面了，机密要吧，这个地方我跟你讲，很方便，很舒服，非常舒服啊，很舒服就对了。那这里的服务员，
他们也很热情，东西也很好吃。OK。Hello， 那OK， 这个也是他们的服务员。欢迎光临啊。他们是新加入吗？啊、，Welcome to 新加入吗？新加入吗？锦绣龙门啊。啊 OK。听到我八个耳朵。听到我八个耳朵了。哎，吴文川。CMC 肉是不是到二十号啊？我暂时还没有确定，我还不够确定它到底是不是。那我们这个，谢谢哥 ，OK， 谢谢哥啊，来给你们看一下。啊，哎呦，哎呦，好，那我们今天跟这姐，一起聊聊天。我们今天 很伤心呢，啊，因为好友哥生病了啊，好，我们感觉我们的食物啊，只有我们在吃啊，OK。你不要走出来咩？那个狗啊，杨姐，那应该在我在外面吗？啊，知道了，太高了哈，太高了啊，下，够了没有？下到完了，下到完不是很好看。啊 ，OK， 可以了。那个脚开得完。啊，可以了。虽然呢，只有血，不如人安，斯朗奥，达曼萨拉，果拉斯朗奥，没有 CMCO。哦，是啊，我这个还不够确定啊，光头哥，我上个礼拜的土产还没有到啊，相当于。可以，来小帮手有在吗？帮我看一下。来，我先跟他 screenshot 起来一下。自己看。好，我帮你 screenshot 起来，然后呢，我跟下这个后台讲一下。好，跟后台讲一下啊 ，OK， 我现在 screenshot 起来，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早上会回复你啊 ，OK， 搞定，那，我们在喝中国青岛吗？是在喝中国青岛，因为呢，吃到这一个成都麻辣火锅，加上这个多美多的汤底啊 ，OK， 吃完过后就是要来一下青岛，那小孩子就要来一杯那个叫做所谓的凉粉啊，那个叫什么粉的啊？这个冰冰的，好像 ABC 这样子的，啊凉粉哈、哦，很好喝啊，很舒服 ，OK， 来要 David， 谢谢你啊，红头弟，没有问题。好，尽量让你们的东西如果能解决，我一定解决；不能解决，我就跟你讲不能。好，哎 ，Michelle 说呢，姐姐晚上好，对，交流了，晚上好，各位朋友们，啊，交流了啊，记得来吃啊。好，如果没有人我来陪你们吃，你们过来我来。我先打了记下，因为有人问要知道在哪里啊，然后我没有。如果在位的朋友们还没有人陪你们来吃，你打电话给我姐姐。这一点时间来陪你们吃，好吗？哇！如果你们有谁要来吃，没有人陪你们来吃，这一题讲他愿意陪你们啊？是吗？好、哦，他愿意陪你们来，因为他要喝酒。这一题啊，最少要三十瓶才会嗨，因为一支只有4%，一支只有4.8%的，你最少要喝30支 ，OK。来 ，boss， I put a twisted a what in thickness a Sunday can 啊 ，OK， Amanda， OK 啊 ，no problem 啊 ，next Sunday 啊 ，I see you， OK， 好、oh, ，parking pass 啊，不见不散啊，哎，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多谢大家的分享，怎么样？这个地方因为呢，我们真的有来吃了，很好吃，然后呢，它是酸，因为我本身都是会时常在 Desa Park City 有吃。好，都有吃两家的那个火锅，那么有一次我就跟我老婆来这里吃，哎，完全不一样，它
它的那个味道啊，完全是属于成都的味道。如果你跟我们讲，你很想要吃一个很好吃的、很正宗的，我要正宗的，我要 pure 的，我很怀念成都，我不能飞去中国哦，我想要吃这个成都的火锅，来，你们可以过来这边 ，OK， 我们让一个小绵羊把这个 location 发上去 ，OK， 好、哦，你只要用，你要用为啥？你打锦绣龙门，你就可以找到了的。但是锦绣龙门还有两间，你直接打加一 one，OK，SS2 加一 one 啊，就可以来到了 ，OK， 好、哦，我这边的线路比较差一点点哈、哦，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如果说有蒙，或者是你看到看不清楚，你跟我讲一下。这样我就可能要移一个地方，因为这个环境上一次有来过开播了的，比较有点卡一下，要断这样，这边应该是没事啦，因为我现在换来在外面，我没在房间。好 ，English and address 啊 ，OK，no problem，OK，no problem 啊 ，OK，English address，OK，bad 啊 ，bad， 我可以跟你讲。价钱因人而异，但是如果说你讲你要来到一个有水准的地方，就是说我要很舒服很 glass 的，大家都知道了，我给你看一下它的环境先，我先不要自赞自夸啊，好，今天顺便来聊一天一下啊，这边就是它的环境，看到吗，它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户外啊，就是它的外面啊，不是房间，看到吗，他们的灯笼的那个设计装修门很舒服，很有中国文化 ，OK， 那每一座都是这样的 ，OK， 那看到吗？很特别。然后你一进到门的时候哈，我跟你说这间店呢、啊，为什么叫锦绣龙门呢、啊？因为这个锦绣龙门是吗，朋友？270位朋友来，看到吗？你一进来的时候呢，你看到吗？人家特地啊花几十千，在中国把这条龙给运过来。OK， 把这条龙给运过来哈、哦，那你看到吗？所以你一踏入这个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了。OK，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哈。明天有开，你是说我们 online kaki 还是这一间锦绣龙门？你给我清楚一下，你是问 online kaki 还是锦绣龙门啊？如果是锦绣龙门的话，哦，我等下问一问他，哦，好吗？因为其实我纯粹好吃。他没有付我广告费的，好的，我只是纯粹好吃，再跟他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哦，就要分享给大家，哦，毕竟我们华人嘛，华人帮华人一下，他的态度很好的，每一个人来啊，他每一个桌子都会去问你们今天的味道怎样啊，我很喜欢他，因为做生意真的是拿颗心出来做生意，不是玩玩的，好，旁边有一个那个东东啊，那个叫什么，这个锣鼓啊，给你们去敲。看到吗？很漂亮啊，然后给你两张椅子给你坐 ，OK？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门面，然后进到它的门口啊 ，OK？ 那为啥 ？OK？ 给了鸟了，锦绣龙门打上来了啊 ，OK？ 你们有谁真的想要庆祝 ？OK？ 你们想要订房间，因为房间不多，它房间只有两间而已哈、哦。你们如果人多10个8个，而且你看到吗？有人弹古筝给你听，他是直接来自上海的，啊，先走了，不好意思啊，直接让你上个镜头了。OK， 那他在跟我女儿玩着，他在跟我女儿玩着，纯粹分享而已啦，好，你们可以有机会你们可以过来这里，不错。OK， 要订房的必须要提前打电话来，啊，打电话过来哈、啊。你看那个 Dorothy Chua 啊，有放上来了，这个就是他们这边的booking 电话号码。你们是要订厢房，然、啊、后这里有两间，上一次好友哥有介绍过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房间，知道吗？很漂亮的 ，OK， 很舒服。好、哦，我给你看一个空的哈，这个是空的，看到吗？非常够力哈，非常漂亮。好，如果你们是老妈子生日，你要跟她庆祝一下，你们可以来这个地方，不用跟外人接触，你们可以在房间里面，好、哦，这样的话会安全很多。好、哦，啊，这间有人哈、哦、，OK， 看到吗 ？OK。来，我看一下啊，很多人说 OK 啊，加一万啊，角头尖，
它不是加油弯的 The Screw 里面啊，不是啊，不是 The Screw 里面，它直接你经过你就会看到了的。你一看到这个 The Screw 啊， The Screw 看到吗？ The Screw 的前面罢了，脚头尖正正的。而你们车一来的时候呢，你们弯去那边，你们就可以给 Jockey Parking 了，或者是你要 Parking 里面也可以。然后你注意看这一间就是了，好，脚头尖，好，很亮眼的啦，很亮眼的。OK， SS2 啊，来 location 打上去了，它甚至还可以直接叫外卖。如果说你很喜欢吃，但是你又不要出来啊，毕竟现在的疫情不是开玩笑的。 OK， 那今天你可以直接去他们的 Facebook， OK 啊，去他们的 Facebook， 直接在他的 order 那边哦，跟他 click 下去，你 click 下去了哦，你去 Facebook 打锦绣龙门啊，加油湾这一间，然后你要点什么菜，直接在这边点就可以了，直接在那边 点就可以了啊，明白吗？ OK， 那你们有谁要直接预定的啊？比如说有些人他晚餐不能等啊，他六点一定要送到， OK， 没有问题，你打电话先跟他说先，哎，我是一个不可以肚子饿的人来的，好，我今天买酱好料的，我要准时到，他们会提前安排给你，因为他做事情一点都不马虎，这个是真的。我先喝一喝这个哦，青岛先，哦，给我这喉咙舒服一点先啊，因为刚才吃了那个麻辣，那成都麻辣果然是不一样。我跟你们讲哦，这里有谁认识 J 姐都知道， J 姐不吃的，不吃这种麻辣火锅的，但是吃到这个她很喜欢，很喜欢啊。OK， 累了，人都会累啊。好、哦、，SS2 啊 ，SS2 啊 ，Maggie， 会累的，知道吗 ？Maggie 啊 ，SS2 啊，开玩笑。OK， 吃了没有？好吃啊，来，晚上好 ，Karen 亮。如果说那个给介绍的会送多一个小菜吗？绝对没有问题，这个我已经有跟老板商量过了的。我说一定要做一些促销，就是说你们真的有下单，你们报我那个给他会做一些 offer 给你们，我会送一样东西给你啦，送什么我就不知道，明白吧？ OK， 啊，这个老板亲自在跟我们一起坐着喝酒，啊，我在跟他谈着。谈着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好，更好的东西给你们，要吗？如果啦，我先说如果啊，如果我跟老板要求 ，OK， 我跟他要求，哦，那个 voucher， 你们要吗？要不要？要先打上加一先。如果我跟老板要求 voucher， 然后我再把 voucher。哟，来把这个包车发给你们，然后你们再过来去吃，你说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好，来，先给我知道一下有多少个人想要 ，OK， 我会跟他商量最够力的包车给你们，好吗？最够力的啊，不够力不要，好，不够力我们就没有跟他拍包车，我要谈到最 offer 的东西给你们。我那个你明天多少点有在吗？陈南香，我明天哦是礼拜天，我要下午才有在，下午两点才有在啊。OK， 锦绣龙门啊，老板晚上好啊，来，吉米亚啊，老板，吉米亚跟你讲晚上好，他要过来吃 ，OK， 所以跟他认住哈、哦，啊，看到哈你跟他讲，老板 ，Hello，OK。Hello, okay?晚上好 OK， 包上我那咖喱，他会给你 special。 老板讲什么心思想讲？老板讲哇好像很多个 special 了耶。放心，会做给你们。好、哦、那真的啦，我跟你们说啦、哦、我主持 FM 会比较闷一点，因为毕竟我比较卖东西的角色 ，OK， 我跟 J 姐都是属于啊卖东西的角色，完全不像蚝油这样，蚝油他是属于呢能讲能聊，有说不完的话题，然后呢，
总之就是他做的东西我总是学不到的啊、这个东西。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讲的话比较闷的话，对不起啊，请见谅啊、因为好友哥真的倒了，他真的病倒了、他已经病倒了 OK， 我到现在也没见到他。我一回来的时候，我的同事就跟我说他病了，他回去休息了，回去休息了，然后刚才说他完全组织不到这一个 FM。 那我就说哦，没关系，我就硬着头皮上了，因为光头哥是这样的，光头哥是黏黏皮的，可以过来面交啊，美吉利，365天都没有休息的啦，有休息的话很早通知的。你看我们去一个热浪岛3天罢了，我们就通知到很多次了，就是担心你们过来，明白吗？来吃很多次了吗？小绵羊比较多次，而且小绵羊是背着我偷偷来，因为我刚才讲我他没跟我说来这里，然后我讲不要，还要不要吃东西啊？讲不要。啊，就自己来了，然后后面的时候再遇到 JJ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了，在这里吃。然后今天我是从 JB 回来，好、你们有没有帮我分享呢？不要这样哎，我不是好友哥姐，不要这样哎，没有500人呢。然后给好友哥笑了，我跟你讲啊。好友哥如果是有在里面看住的话啦，那就够了。好友哥每次都是500，至少500。我女儿会弹古筝啊，聪明哦，她有少少音乐指导，你是不是？我老婆以前也是有弹古筝的。可以进入房间了。下星期我来看。妈呀，我要飞的。哎，好友哥有在里面吗？ Steven 啊，跟你说 take care 啊、哦、我也没看到他，我也很担心，让他照顾好自己了、兄弟有时候男人跟男人啊有话难说啊、就给他休息一下先，然后明天见到他的时候我再抱抱他，养养他一下，我怕他明天都还在病啊。 OK， 又无就喊 LTHAnh cho con bố chiều nè, qua con từ chế nữa, lúc nào ai lại lúc chú lại, chơi tính chạy qua họ lùi, qua ổ tử qua họ lùi á, qua bố tử được bế sai đâu, qua bố tử bố lại họ lùi qua kia được cháu nó đâu. OK, lại Jenny, Singapore, bánh yêu. Singapore customer got offer, not also same, also offer.45 km also can 上河啊 ，OK， 45 km 啊，45 km 然后就不要了哈，他都可以送过去，都可以送过去啊 ，OK， 好友哥严重嘛，要多多休息，有一点发烧啊，有一点发烧，现在吃还是晚上还是吃宵夜？我是吃晚餐带宵夜，因为我的时间都不规律的，就比较不稳定的，有时饿过头，有时饱过头。林小妹帮我分享了啊，林小妹你 call 我，不好意思哎，我忙哎，我一下子飞上飞下，一下子飞去巴哈，一下子飞去巴都，一下子飞去 JB， 一下子跑过来 SS2， 好，加油万这边，记得打包给妞妞姐姐。一直看你吃到不停啊，是咯，锅里没有你们自己讲啦，他不爱吃这些东西的。JJ是一个啊很古板的，他是属于那种好像我们好像我们以前那个穿蓝色裤的阿公的年代那这样子啊，就是早上起来定了的，他吃东西啊可以每天吃一模一样的，吃住几个月啊，比如说他早上起来要吃2粒生鸡蛋啊，他可以吃几个月的，你们不信哦，有机会你们遇到他，你看一下他是不是在叫鸡蛋，你就知道了，很恐怖的，很专一的，可以讲有好有坏的，很专一。要你去买一下这个饭吗？五蒙呢？要你去买一下。五蒙啊！来个地出一下咯。哎呦，这姐不在吃，不理我。有一个人讲不要吃的嘞。哎，我慢一下镜头啊，所以你们会看到黑黑一片啊。OK， 等你等啊。那个洞嘛了嘛，整天有没有亮？有吗？有亮吗？我是没有觉得了。
喝酒来。哎，猪肉有吃完吗？还有羊肉。他不敢喝。啊？姐，你要吃他的鱼。羊肉很热，你喝酒不热，你天天都喝酒，你不热。多多梨，就这样，不要浪费。你是凉的吗？猪肚子，猪肚。哎，毛兔，毛兔。哎，你们有吃过毛兔吗？来，给你看一下。来，这个。外面的黑黑的，它这个你看。哎呦，这个，哎，好吃嘞！来来来来来，露姐来，露姐我家嘞，我这龟帮我夹个料，全三得了。这个毛兔啊，毛兔，你们来的时候你们记得叫这个，好。毛兔鸭血。很多所谓的很多种那种牛肉羊肉，单单肉罢了都有十多种了，你们可以来这边叫。Miki 讲哦，酒是凉的，羊肉是热的。对啊。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叫他吃多一点羊吗？你知道吗？我用心良苦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他做太多工了啊，腰子没有力了啊。哦，我给他补一补，哦，哦，明白吗？不然每天搞到妞妞不开心啊！哈哈哈哈哈！搞到妞妞不开心啊啦！哦，对吧？他们讲了，是羊肉啊，根本是羊肉啦、啊，差别很严的。你知道有一次嘛？哎，真的真人真事的，你们要听没有？要听的话，你一人摔一个来上来。这个是真人真事来的，我跟你讲啊，有机会让我带你去关丹，那边里面有很多人听过的。我带好友哥去吃一个西餐，叫一个羊排，你知道吗？吃下去了，控制不大。但是我在北北吃一点，我今天去到这里的，看有没有，我明天告诉你。不能吃虫嘞！哎呀，小明娘，有人讲叫我不能吃虫嘞。哎，你买十八那种空气烧就去，哎，那我自己拿，我先跟你讲哦，我不叫了公安局哦，我先跟你讲，我不是好友哥哦，啊，我先跟他讲了。对着电话讲啊 ，please， 可以 ，OK。我以为你们刚才有听到，没有听到是吗？我讲，这个羊肉我曾经跟好友哥两个人在关丹的一间西餐厅，很多人呢每天满座的，他在德洛全布拉那边呢 ，OK。吃了过后哦，啊，很想要。然后小绵羊又在 KL， 哇，还笑起啊！然后啊，这件事情我跟我老婆讲了。啊？我跟你讲过了吗？来吃一点，我请你们吃猫山王，半生熟蛋，可以的吗？可以这样子吃的吗？我就没有听过哦，猫山王掺熟蛋啊，我没有，你没有吃过哎，好吃没有了？其实，光头哥炒 JJ 六一，一点都不专业。等一下哦，那抓来扒，你们扒比较好，好吗？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八字，他的八字哦，欠扒。你看啊，这一节你们有发现到一个问题吗？你们有发现到一个问题吗？他没有给人家扒，他不开心的。你有发现到没有？你们有发现到吗？讲真的，有发现到的话啊，好，等一下啊，等一下你就要会做人了。OK， 等一下就会做人。够久了，要加酒了，要加酒了。哇，你看到、啊，整个我们不倒干干净净了，差不多吃完了。怎么，你那个是老鼠喝醉酒啊 ？KS Light， OK， 下一次去找你喝酒，吉米亚，没有问题啊，安排一下啦。好，光头哥昨晚 service 小绵羊了，今晚就来吃羊肉了。不要讲出来啦，小绵羊害羞的啦。
欠很多八 ，OK， 等一下你就八就对了。小绵羊不能吃同类啊，小绵羊吃素的 ，OK， 好、啊，我这种是钓小绵羊的嘛，跟他钓钓啊，所以我钓到同类啊，不用紧的了，俺、啊、都不会了。光头哥会讲话，不会啦，我这种会讲话，好友哥那种比较厉害，我这种是要有东西聊啊，我还 OK。如果你要我每一天这样子坚持下去啊，我那里做到，光头哥做不到啦，好友哥就可以啦。你看我们坚持多久了 ？MCO 到现在，这个 FM 啊，我们从几月三月多到现在哎。我都不懂有这样多东西聊没有，但是他有本事聊，所以我佩服他。有素的火锅吗？这里好像是没有素的火锅，但是你的汤底可以安排，他汤底可以安排那个菌类呢？菌类。Tomato 有没有肉类的？没有。Tomato 也是可以，两个。好、哦，还有一个是啊，就不可以了，猪骨，好、哦。OK， 所以 definitely 咯。我老婆也是吃素的，所以她都可以来吃，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只是那些羊啊、牛啊那些你就不要叫了，就不要叫了。OK， 来我先刷多，好，这一个最后一片先啊 ，last one 啊 ，last one 毛兔，好，记住啊，毛兔啊 ，OK， 好，上七八下。上七八下啊 ，OK， 记住啊，两叫上七八下嘞，来，七上八下，七上八下，来，把火开大一点来，什么？这个什么来的？鱼啊，很好吃，挪威的，好吃的这个，老板加料，加鱼头给你啊，可以，看我煮了，坏了，那给你有个，今天是你人生中啊，好，一个表演的机会了，哎呀，哎呀。杂什么的啦？好有汤底来。汤底啊，这个来讲，一个是麻辣，看到吧？这个叫成都麻辣火锅，这个是多梅豆，但是它的多梅豆啦很特别，大人都会喜欢。它的多梅豆，小孩子也很喜欢。它的多梅豆，刚才我试了 ，very good。然后来讲，来到这边来讲哦，一定少不了一样东西，猪骨汤，真的猪骨一流啊！来。看一下多人吗？现在这个时间关了哎，差不多了啦，因为要十二点了，所以来讲会比较少人了，会比较少人了。晚上好，刚刚进来，这么只有你们，今天我们的好友哥多了，生病，哦生病，所以来讲哦要休息一天，没有办法、啊。搅拌机收到了啊，美珠来收到了啊，好用啊，谢谢你啊。没有看到表妹，机密要。通常 FM 来讲是吗？都是我光头，还有那个陶云哥罢了啦。他们女孩子会比较少 ，OK， 会比较少啊。不过来讲，改次来讲会缠着我们一起做那个 FM 的，所以你们可以留守一下。光头吃饱了啊，毛兔，什么毛兔？没听没见。看到我家那个叫毛兔，那个叫毛兔没？嗯啊，那个叫毛兔没？肚子，毛兔。他毛肚啊，他讲毛兔啊，我看到兔子。光头哥有时候讲话超你短的。他超林呆的，做那个直播就可以了。你叫他强制咬字，他不能啊。毛肚不错吃，对啊。来 ，crayon C 不crayon C 不是毛兔，毛肚啊，不是毛兔啊。来，这一节晚上好，吃饱了吗？吃饱了啊，妞妞。来，需要 booking table 吗？Miki梅燕其实是不用 booking 了，不用 booking， 来到这边讲 online 卡机介绍了就可以了。除非你是很多人，如果你对房间你很多人，你要做房间，你要做 VIP room 对吗？你就要打来预定先 ，OK， 打来预定先啊。来吉米亚 ，OK 啊，这一节光头哥你，这一节光头哥说你欠888，怎么欠888？欠八是吗？我讲你八字欠八。哦，不是，我五行里面缺一个，缺一样东西，欠屌。哈哈哈！欠八的啊！来，刚才听到好像在加料，没有在加料啦。够了哦。他再加鱼头给我们。再加那个鱼头给我们，加那个三文鱼头啊！可是刚才那个老板讲哦，三文鱼头都要会吃的，他有分。分不懂什么
怎样的三文鱼的嘞？到时候你们来试试看嘛。毛肚啊，毛肚不是毛兔啊。来，凯文叔，小绵羊，光头姐姐晚上好。对呀、啊，光头哥，像生意佬，讲一些 ，OK， 好友哥，像江湖佬，什么都可以讲。这一节是有性格，讲多多，但是很有豪气。讲少少啦，讲少少，但是很有豪气。好，很厉害啊，很给啊。你看啊，每次哦，人家称赞我，还有他们又不爽了，要伤害我了，跟你讲。来，他对拼音啊，真的听到八个耳对，他把毛肚跟毛兔讲错了，一个是龙地，一个是踢。我特地讲一点的不一样的音，刚才你听了是不是觉得你没有吃过嘞？就我们三个人吗？光头、小绵羊，还有我，还有那个两个儿女，两个儿女啊，四个人。那天过去面交，哪货没看到你们两个？有时的啦，不一定的。有时我们在忙着就没有在下面，有时就有在下面。来，妞妞问这姐吃饱了吗？暗号。哦，你也会有 IV 素哦，你了解哦。毛肚是什么动物的肉啊？小姐，毛肚是什么动物的肉呢？毛肚啊，是牛的胃啊，是牛的胃啊。牛的胃，对，牛的胃，这个东西要吃的味道很好。哦，毛肚是那个牛的那个胃，好、哦，牛有四个胃，其中一个胃了。对。啊，我们右边的。所以讲，哦，那咖喱会有好料吃啦，还有大大的优惠。对，你们来到，你们要报哦，那咖喱的名。OK， 要报我那个给的名，这样子啊，你们报三个的名，三个的人啊，都有不一样的优惠的，懂吗？报这一节就拿到酒喽，报光头哥就吃毛兔啊，报好友哥比较不一样，乱讲的哈、啊，开玩笑不了啊我 ，OK， 要加青岛五瓶，加青岛五瓶啊，对呀、啊，来公公干。这一节欠八是真的吗？我一路人都欠八了，每个公干你每次进来直播，每次嘛是八我的，对吗？我嘛是每次嘛认你八，对不对？真的有肌，这里有肌肉，肌肉有吗？肌肉，你要找人教啊。好像不懂啊，肌肉不懂有没有嘞？肌肉不懂有没有嘞？我们通常来这边吃了几次都是猪肉、牛肉还有羊肉，然后啊。鸡肉不懂，等下我帮你问一下佩吉利。等下我帮你们。喜欢吃鸭血，你叫鸭血，没有腥味的啊，滑滑的。他，你们拿来那个叫来那个血来讲啊，不是猪血啊，猪血有一个猪的那个味道的，那个鸭血来讲是完全没有味道，整个好像豆腐这样子的。是吗？我也不知道厉害吧。这一节有，in import, look at live, Moscow, 什么来的？我不懂他讲什么。这一集。现在 you improve a lot at life because you are top natural already。我的弟，我们来了。我要讲啊，全部在面，应该讲的讲的那么阿奥利哦。阿奥利。觉得自然。哦 ，Thank you very much 啊。啊 ，Thank you。绿色无量。光头哥给你扎到啊！牛的胃，对牛的胃啊。可怜的妞妞没得吃，最近要减肥她，她最近要减肥啊。然后啊，今天早上吓到我嘞，真的吓到我啊！我早上早早起身七点多八点多小便的时候啊，看不到人，你懂她去了哪里吗？去爬山哦。啊？哦，妞妞啊，妞妞哦，你一定是有突然间啊，不知不觉当中才挂肥，没有啦，不然没有啦，她跟她朋友去爬山。哦。来，是咯，这姐只会想自己享受，我哪里会自己享受？我会分享给你们的。这姐刚才没有吃到羊肉，我不能呢，我怕那个羊肉太热哦，吃下去哦。羊猫啊，那个声音没有掉啊，我明天还要开直播嘞，明天早上还有福利要给大家嘞。这姐 get 不到，妞妞生气了，我 get 到了 ，IV 顺只是讲我办不知办到，我办不知道不了。我也喝了中国白酒52度两杯，带一个大瓶，姐姐来饮先，来饮先，来我杯了，来呀来呀，饮先啊，饮先啊，要多的来，
努力。在中国喝酒哦，在这种地方喝酒哦，敲杯就完了。当一敲杯就是要完了。来啊，完了完了。啊，这个是落来啊。啊，还好，还好，我放半杯而已。你都没有酒瓶了？啊？啊，没有酒瓶了啦。Peggy Lee不可以吃牛肉、羊肉，你不可以吃牛肉、羊肉，猪肉你可以吃嘛？他的猪肉不错来的呢，他的猪肉不错。如果你来到，你不能吃牛肉跟羊肉，你跟老板讲，老板会。好像那一天呢、啊，我带你来吃的时候来讲是吗？其实那个菜太多了，我都不会点。我们就是跟叫老板来，老板就是一咖喱给我们点到完。一咖喱给我们点到完就对了，然后你只要跟他讲你什么不吃什么不吃，他就会帮你点了的。我们只是讲啊、哦，把你觉得最好吃的介绍给他。啊，对，来，下次记得去面交，记得去扒这一节他才爽，哈哈，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这一桌吃了多少钱？还没给钱哦。还没有给钱哦。你这样看，我知道了，两千五千。该得就冷霸，冷霸了。啊，很多东西都收掉了，应该有两百块了，应该有两百块。来吉米亚头家，我怕的爆了。那个鸡他们会不会算更贵？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那天老板呢、啊？刚才老板还有讲到，有一个顾客打给他要送外卖的，然后来讲哦，刚刚好他有讲蚝油哥的名，讲了蚝油哥的名来讲哦，老板就私人送一道菜给他，啊，送一道菜给他。这得叫小绵羊解释给你听啊，小绵羊走掉了喽。小绵总掉泵去哪里了？你们在哪里吃呢？我们是在锦绣龙门。那开元树下面有冰上来了，锦绣龙门，锦绣龙门啊。这一集 very funny read， read other more， other more， read other more 是什么意思？这一集 very funny， funny 是什么啊？ read 是 very 可爱啊。other more 是什么来的？ OK。啊，你是很可爱，Ray。你家己不美跳，卖美跳地老叫。他讲你很可爱，你读那个按摩的时候。哦。啊，我美跳，我虽然是台湾人。阿明达，我变啊，我变啊，真的，英文真的是一窍不通啊，真的，一窍不通。这一节吃羊肉不怕的，你还有酒量下，不能，因为刚才啊，我连续开两场直播啊。因为讲嘛，讲满头大汗啊，而且一讲的时候那个热气会上啊。怕什么啊？因为你有在吗？酒浅一身哦。喝酒别开车，小心中传不了。没有，吉米亚，我们我是大 grab 卡过来的，我大 grab 卡过来，然后来讲哦，小绵羊在的，等下小绵羊来讲，在我们两个，在我们两个啊，来 Peggy Lee 来，谢谢你啊，这一节 get 到了，你明天早上应该不会去爬山了啊，有这样够力咩？舅舅。真是来还用杯，JoJo 卖大声，你要跟我玩整只的你就来找我，不要在那边，这边我自己堆，没有用的，哦。我都跟你们讲了啦，这一集是八支千八了啦，你看讲这句话你是不是有点讲不透明咯？啊，五行之中欠一个字就是八。这一集口才变好多了，顺很多，来敲会来，谢谢你啊，来。那你像光头哥啦哦，我出去抽一下烟，中没了，中没了，中没了。来，230位朋友啊，讲了多久了？讲了44分钟了，还有15分钟脱离苦海。不要这样子哎，没有啦，开玩笑一下啦。改下这个习惯，你要把口才变好哦，对吧？你要对吗？还要不要把口才变好呢？就是一直不要去讲几十一个小时了，不要。反而是要自己不知不觉当中跟他讲去两个小时。好、哦，这个是百年多个事业。来，这一节讲多了就会讲很顺了啊。对啦，还好你没有写多多 comment 啊，要不然我都不会讲赌啊。没有 comment 啊，我都不懂他讲什么故事，对吗？来，这一节加油，美金美元来，谢谢你啊。可以的吗？你们也可以打上来的。你儿几岁啊？哦，几高了啊？长头发短头发的已经大力小力啊。嗯，很多 comment 了。没有用杯了的啦，Kevin Su。
什么叫没有用杯？你没书都卖多少钱啊？你每天跟我讲，教书都卖多少钱？等一下我们表弟给他兰班的时候、啊，没有哦，他每次讲要下来哦，每次讲要下来了，我就跟他讲，你下来，我那个红地毯铺给你，然后啊给你进来，你到现在都没有下来了，凯文叔，对吗？来，光头哥也要加油啊！对，这一节英文虽然不太好，但是讲解的时候真的一流 ，Thank you。supporter 对来敬来一杯啊来敬你一杯啊平力量啊来干杯再喝红酒来再敬来一杯、啊、来来比你来你喝红酒我喝白的这一节下次带你在你的小艇艇来哇我的小艇艇想念他了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咯一个月两个月了咯最近女儿越来越坏蛋了，回去要跟她扒一扒她了。那天问她哦，有没有想念爸爸？你知道她回答我什么吗？忘记了。我是给她气死了，我跟你讲。是啊。对啊。我问她，阿婷啊，有想念爸爸吗？她就看着我，忘记了。忘记了。哦，忘记我气死了，我跟你讲。酒是一直一直喝的啊，没有啦，舅舅，我是讲笑不了啦。好，汪永发，这一节可以的啦 ，Thank you 啊 ，support 我啊 ，Thank you 啊。再喝红酒啊 ，Vinny 六，红酒你敬人家一杯了没有？敬了啊，我敬了啊。我好像没有敬是吗？我还没有敬是吗？来，来呀、啊，来，我先开呀、啊，开，我给你开啊，开地下来，要用来灯的，用来灯过时了。你不能的啦，你。开，开啦。你不能开的啦。来开。龙龙快来开！钱、啊，我赚钱了，香！那你来，来啊，别瞪嘴嘴了。别急啊！别。真的？啊，这样子也可以。碰你啊！没。啊？平时欺负我啊？来啦，我来。不想要的。这样子。哎，不可以用来喝。来，老板来了，老板来了，给老板试一下嘛。我点单。啊！哇！哇的不？哦哟！哇的不？这酒特别好喝，这酒特别好喝。这是要做卫生的。哎，我回去送两个餐牌给你那个。来，刚才喝红酒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Vinny， 来，干杯。很多地方都能跨州的，对呀、啊，对呀、啊，轻松是星期一啊，星期一可以啊。好难求了啦，我好难求了。好友哥，嘴难求啊了。好友哥不在，这节口才特别好，没有依赖。有这样讲的吗 ，Christine？ 你看我做直播，我嘛是一定没有依赖的嘛，是自己讲的哦，对吗？好友哥有看医生吗？哎呦，有看医生吗？我有叫杰西带他去看医生。有啦，应该有是有叫他去看医生了的啦。我是有叫杰西带他去啦，但是他不懂有没有听话啦。Let JJ in for with his life， 什么来了？来什么 ？Let JJ 啊 ，Got smell face， miss you talk， keep up， 加油。啊，我知道加油了。没有，安联助讲呢。啊 ，Let JJ improve his life direction、啊。怎么来的？应该是讲啊，给 JJ 去完全主持。师妹。师妹，安联助你讲的师妹是这样，是光头哥讲的吗？如果他讲师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五年级的书不是百读的，我跟你讲。不能跨走啊 ，JJ now。A day you got smiling face, right? You talk, keep up.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这个明白，这个明白啊。姐姐，你女儿几岁？婆婆照顾她吗 ？Mickey 没有，我女儿来讲两岁多，两岁多啊。暂时她外婆顾，那个妞妞的妈妈顾，妞妞的妈妈顾啊。我现在有点不方便驾车，坐飞机啦，凯文叔。既然单这样下来，还要坐车咩？坐飞机下来咯。那你把自己当成一个货啦，啊，然后用秘书再下来啦。对嘛？你每次也是寄货的嘛，凯文叔。把自己也寄下来。啊，对啊。杰森林，哦，晚上好啊。好像很多地方都能跨州了，哎 ，KL 还不懂嘞。
KL 还不知道、啊、KL 还不知道、啊、这些你的宝宝宝贝女儿在哪里？在巴汉、啊、在巴汉啊，他在巴汉，有机会来讲哦，回去的话哦，给你们看一看他，或者 带上来的时候有开 FM 的时候给你们看一看他。光头哥，你要学这些开酒瓶技巧咯，教这这些就可以了啦。我的边至少要开三支四支这样、啊。我的边用的 Porter 莱特一开就开到了。就是莱特不特别了，莱特委员会。这里旁边有小绵羊翻译员啊。煮掉了，煮掉了咯，他煮掉了咯。好有重的台气。强强干啊！强强干，你够力了。撸啊，干啊干啊，撸啊！啊！我猜好友应该是。啊嘎嘎，强强看！有啦有啦，有开声啦！安联柱是说这一节直播进步了，来 ，Thank you very much。他叫你保持啊，整场直播叫你讲到晚。整场直播就是讲整个 FM 还有十五分钟叫你主持到晚，真的、啊、叫你尽量让自己独立直播。我做直播的时候，我卖产品都是独立直播吗？不是，尽量让你主持 FM 一个人独立啊！我怕没有人要看哦。你问他，我的按摩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怕没有、啊、怕没有人要看哦。是的，按住你打 yes 啊。我怕没有人要看哦。姐姐，你儿和我小儿子同年啊，对。哦，你小儿子是同年啊，要不要做亲戚啊？哎，但是我问你先，入卵就新生新家先。你才跟我做亲戚啊？啊，我亲把麦给你没讲啊？因为无路耶，无路耶，就是爱讲，爱没差不多。来 ，KL still cannot go 啊，对 ，KL 暂时还不能出啊，还不能出。KL 不能啊，还不能，KL 很严重啊，还不能 ，KL 很严重。来，邱兴义啊，来晚上好啊，来 ，KL still CMCO still 到二十号。对呀，到二十号哎。嗯。我们 KL CMCO 来讲是吗？到十二月二十号。稳定啊！啊，来，好友哥哥进来了，好友，你睡醒了吗？你 OK 了没有？你 OK 了吗？你都看医生不？都吃饱不？啊，都放晒不？都放晒不？哈哈哈！啊，不要玩玩嘞，好友，啊，看了滚嘞，没声声嘞，啊，啊。我不是跟你讲，我直接找妞妞谈亲家事，所以 Miki 妹耶，你要找妞妞谈妞妞，你要通过我先吗？所以我问你，你有多少身家先，懂吗？哎 ，Miki 妹耶，别改听啊，少改招，给传到鬼身上。来，yes， 安联柱讲你讲的对哦，给我啊。安联柱讲你讲你翻译的很对哦。是我五年级的车白读的时候，我读五年的车了，真的是真的是用心拿读的时候。你来讲，好有一点好有好一点了吗？有啦，翁永范。刚才有一个粉丝来讲是吧？讲好友哥有在里面看了，应该基本上啊，应该还可以看直播，可以看直播，应该是好一点了啦。哦，应该是那个杯给它盖下去啊，风扇不要开，把那些那个汗啊给它勾到完出来。啊，会比较舒服一点了啦。现在，这一节 Go of English course 啊，有 You should 有 improve your English。那个不是读 suck 咩？你乱乱 suck 咩劲嘛？你是不会劲咪个笑不了就？哈哈哈哈哈哈！完了，我看到英文头晕哦。我真的，我看到英文头晕哦。A Y 开。哎喂，回林，你在讲什么？这个我就晕掉了。来，老友哥晚上好啊！这一节你的直播太闷了，空空看我的直播太闷，你又看，你又每天进来这样子玩我，怎么你又看看？就是要进来扒你一下咯。哦，他每天进来哦，做模特哦，他每次来弄模特哦，他。邱兴义啊，来早日康复啊！这样也是 JJ， 你看你现在做的直播有两百多人，不错了。好友做直播五百人呢，你吃啥了啊？凯文说我现在的直播最少五百人呢、啊。他是讲你现在在主持 FM 吗？哦，在主持 sorry 啊 ，sorry 他是杀了，你是杀了。啊，我杀了，我杀了。啊，直播就不一样了 ，FM 啊 ，FM 来讲好友啊，专场来的嘛，对吧？没有好友，我跟你讲啊，没有好友的话，整个那个。那个气势啊，那个气场不一样的嘞，真的，哎、啊，真的。
真的那个气势气场不一样的嘞。好友生病了要多多休息，我跟你讲，明天他就变龙了，他明天应该没有事了的，他明天就变龙了的。不过来讲今天哦，啊那个杰西有讲，突然间流鼻血，流鼻血、啊、哦，我觉得是他应该太过热了吧，流鼻血，流鼻血，不是流鼻水啊，流鼻血。像他时不时他是流鼻流鼻水先流流一下流到流鼻血，他时不时就流鼻血的，怎么会没有？没有啦，有这个情况啦。有一次吓到整间公司的了，突然间砰，晕倒，晕倒。哦，然后那个流鼻血流到乱。嗯。We need talk more English when JJ is on the FM live. Mickey 梅院士讲。你们全部在要讲英文，在我 FM Live 啊，不要讲哎，不要讲哎 ，Mickey 梅艳不要针对我嘞，呀咯 ，talk more， 然后 Vinny 就又来了，全部又写英文了，不要写英文啊，会乱的，我真的会乱的。I Hong Lim 呢是说你去是和你说 JJ 你去上英文课程，你的英文肯定会进步。金用，我跟你讲，这个课程我一定会上的，我一定会上的，因为以我读书外露啊，别说上冷皮啊，看我要还是要不了啊。I hate you. I hate you. 我恨你吗 ？I love you. 我爱你喽。这个谁马会？这个谁马会？这个。课程我一定会去学的，等等啊！他已经买书了嘞，你们相信吗？这一贼啊，买了几本书寄过来了，我突然间看到他看他看到我看到了的时候，他有一点点不好意思，转一个头这样子收起来。那个书呢，大概是讲说话的技巧，是吧？对，还有。我只看到一本罢了。第一本书是讲说话的技巧。我就没有去理他了，我就当作看不到，因为我知道他要飞习嘛，因为这种。啊，高赛比呢，他要飞起的，我就不要录他喽。他后面嘛是笑我呢，啊，他到后面嘛是笑我，那没切嘞，他啊，那边笑，没有啦，没办法，我们三个啊，没有办法好好讲话的。当然，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好好讲话，只不过是说啊，有时候还是要酸就对了啊，要酸一下的，很可怜啊。我买的书也都是买那个就是正能量的书嘛那种啊。做一个人啊，不抱怨，然后要讲努力去做嘛。他笑我，我是气到啊，他没来笑我了。这样容易生气喂你。你们 Gaki Mo 老板是好友不是？雷俊杰，我们三个人都是做工的。OK，Online Gaki Mo 呢是还有一个更大的老板，不过那个大老板来讲是吗？是完全没有露过面的啦，哦，完全没有露过面的。OK， 我们还有一个大老板的啊 ，OK。我们这种脸娘做大老板，你看就知道啦，对吗？来 ，Later he don't want answer us. Us 是什么意思啊 ？Us 啊 ，US 是什么意思 ？Us 是什么意思？地位？哦，不要哦，就是讲 Later 我不要如果写英文的话，我就不要应你们，对吗？对。啊、小孩子教我嘞。啊，读书重要吗？啊，读书重要吗？地位。没有啊，没有 啊，然后你要是不是要讲不要像这些狗狗那样子呢？我没有扒你啊，我没有扒、欸。我知道你要讲下一句话了，我只是要顺便给我孩子知道读书很重要，不要在那边成圣。哦 ，OK，来，不会啊，今天没有好友哥，你今晚也可以做到很好，不错，加油，来，谢谢你 ，Mickey 美艳。OK， 兄弟嘛，好，对啊，还是女孩子来的吗？女孩子都可以做兄弟，我跟你讲，女孩子都可以做兄弟。嗯，吃火锅啦，身体发热气啊。你们两个头家好可闹搞笑啊，我们讲到搞笑还输给好友啦，好友的搞笑就够力啊，那个他的创意就很够力啊。好友很少喝水，会没？好友比较少喝水没？那很少喝水。很少喝水哦，他喝咖啡冰。对，这样你看啊，好友的身体会肯定比我弱，为什么呢？好友没有喝水，专喝咖啡冰，对吗？我这一嘴少喝水，不过火柴啉酒醉啊，有醉醉啊，加醉醉淡薄，我很惊喜。是咩？我知啊，你最近大家啉瓜王哦。点咩？
啊，因为他每天哦最近讲直播啦，一开声了，大家帮我分享一下，一响啊一响照给哦，所以呢现在乖乖喝歌王，啊喝歌王了就喝，230位朋友啊，记得喝歌王不错，真的。如果你们有喉咙痛还是什么都好，喝歌王真的 very good。OK， 不过歌王来讲是吗 ？OK， 记得要讲喝，好吗？如果你是喉咙已经没有声音了，不舒服的话，对吗？来，用冷水来冲，用冷水来冲，冲了来喝，你的喉咙很快好回去，明白没有？那么普通如果讲喝的话来讲，你们直接用烧水来，用烧水来冲就可以了，用烧水来冲就可以了啊。电器就这些介绍比较详细，对吗 ？Peggy Lee， 你讲得很对啊，你讲得很对，对吗？这一节介绍电器是比较详细的。好、哦，嗯，来，对啊，明天出事情给你做了。你不要打我，我跟你讲，我很想做，没有货了。啊、明天慢慢吃给你做。啊？还有就是啊。我跟你们讲，每个人都有弱点啊！你叫他卖吸尘机啊，不要卖吸尘机啊！呸！我讲一个小时卖15-20粒，他讲一个小时卖3粒哦。可以，那来讲几个字嘛？可以哦，来了互酸了啊！啊，他先来先啊！他先来先啊！这也说的不是哪一个，跟我干，你不要没来弄我啦！这姐买书给女儿读，不是他读。是吗？弟弟买书给你额度，没有啦 ，Miki 美艳，那个是人生的书来的，讲人生的书来的，他是买了啦，但是我读他应该是看两面的。你个屁啦，我看了一本了啦。真的有看一本啊？看一本了啦。那不是买来收的、啊？哎，三本书买。好写了，好写了。我们马来西亚 ，OK， 即将要出现一个人才了，就是那种啊 ，OK， 好、哦、有读书了的啊，好、哦。里面的那些黄金屋啊，全部跟他砌起来，然后由这姐讲出来，是吧？没有这个本事啊，我啊，没有这个本事啊。你要相信你可以的。希望咯，希望咯。真的。Everybody, we can write English. JJ want to learn more. Learn more 是什么意思 ？Learn more 是什么意思 ？Less more. 学习更多啊。哦，学习更多，就是意思是讲。你叫 everybody 叫他们全部写英文，然后来讲到我写的更多是吗？不要玩啦、啊，金庸，你给我读好好英文了啊！我改次我就很紧了的。好，we need you only know how to read English Chinese very bad。哦，你的意思是讲你只会写英文，华语比较差是吗？哦，没办法咯，这样子。没办法咯，要写英文咯，哦，不要写到太深啊，哦，不要写到太深啊，写到刚刚好就可以了。Agree 啊。从头再坐近一点，镜头看不到哈。OK OK， 两个都背啊。OK OK， 坐靠近一点啦。来。两个都背了，镜头照不到他们啦。这是穿太性感了，所以好有个流鼻血。他时间到就流鼻血。我们也很担心他身体，其实可能以前就有状况了，但是有叫他去做个 body check 啊，他也没有理这样多，没有理这样多。我们在吉兰丹那一两年啊，坦白讲啊，连我都很伤，我连我都时常便秘了。在吉兰丹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懂要吃什么，我们做 Tesco KB Ball， 买定古曼格里安，每一天都会吃。这个纳西古古一餐一定好了，没得跑了啦。只是说那一餐是吃在早上还是下午还是晚上还是放工，然后其他三餐几乎也是马来餐，啊，就是纳西什么什么古勒啊，我都忘记了咯。通常在，总之是全部都是很不健康的食物。通常哦，通常来讲哦，在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啊，你知道了。蚝油啊，你们知道了吗？蚝油以前啊，在吉兰丹的时候、啊、吃到很多那个人家讲巴粒啊，肉粒啊，一粒一粒啊。哇，那个巴粒是叫毒素来的啊，毒素来的，毒素来的。因为我们吃很多古斯嘛，哦，因为他们讲古斯炸鸡是那一边的啦，他们是放纸袋下去炸的，我亲自也看过了。放纸袋，真的是放水草下去炸的，我看过来了，看到我都拔掉了。但是又闻到那个味道，小小又跑去吃，你讲够力吗？应该是，因为他要给他吹嘛。哦，是哦，那吸就是要吹哦。啊，对哦。来，豪宇哥有抽烟的吗？有。有啊，高冰冰很快糖尿病会没？是啊。会没？是啊。
冰变成啥？妈妈也不听话。我是没喝过冰冰的啦。妈妈也是故意的。JJ, you can talk more with Niu Niu in English, so I can slowly, so I can slowly, learn English. OK, thank you 啊，可以，没有问题，尝试一下啦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势，加油啊！周周库来，谢谢你的支持啊！对，看多读就会了啊。不过来讲真的，有时英文啊会晕掉啊，尤其是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啊，我不可以读太慢，因为你一直以来啊，我看画面要快一点了，因为我怕回答不到顾客嘛，所以一到英文我就晕掉了，就晕掉了。JJ drink more water 啊，妞妞，我每天放那个我们的那个表妹卖的那个hiking放在桌子上，天天都喝水，你没有看到吗？妞妞 ，JJ, you need buy English book, to as, you can learn together with your daughter too. 什么意思？哦，你是叫我买英文书，然后读多点书，然后跟我的女儿哈，哦，跟我女儿哈。应该是这样子。女儿啦，跟他女儿。光头哥，你有坐船吗？坐船。看水。什么坐船？啊？什么叫坐船？坐船。没有啊，你是讲坐船水灾的时候可以用是吗？来。Online Kaki FM Open One English Channel Don't always talk Mandarin 不可以啦 KH 了如果全部讲英文只有好友可以啦一定要讲华语的我们不能的啦我们哪里可以、啊、其实好友英阿嬷很够力啊，好友阿嬷很劲的嘞他跟他姐姐跟他爸爸全部讲英文的嘞好哥没有抽我没有抽烟啊，他没有抽烟的我喝酒没有抽烟好友哥这么年轻真的是要抓去验身不要搞坏身体现在真的健康身体很重要对啊真的很重要啊安联住 Brother Bota and JJ Please Answer to 好友哥 Go to medical check up 啊，这个我可以抓他去看医生啊对对对等下我放工了哦、啊、我们明天我会再问他一次因为他在家里啊嗯光头哥你在济南能坐个船吗哦你是要问我有没有去过好啦有啊我带小绵羊去啊我也是有啊我不用带小绵羊去的我直接坐车直接去的、啊、不然买不到米出来、啊、你以为像你妹小绵树要去要偷偷摸摸的咩你我带他进去的我跟你讲不能的啦高丽高丽是不烂啦来米林烂来这几个加油谢谢啊来对翻译对了啊来请用谢谢你现在有健康吗你是讲什么现在好友哥好了没有啊没有啊今天才生病罢了烟雾啊光头哥回去 KO 了对回来他刚才傍晚才到他傍晚才到接下来啊各位朋友留守啊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呈现在直播了你们的钱包准备好啊卖乱开啊卖乱开啊我吃的嘛老板是够，老板真的是够吃的。喜欢看你们两位主持 FM 很搞笑啊！哦，不得了啊！哎，他讲喜欢看我们两个主持 FM， 他讲喜欢看我们两个主持 FM。你自己小号自己承担自己啊！你屁啦！你洗地顾客来的啦？还是你叫你的妞妞点上来，然后就是没有我，你看现在，哎呦，他现在又跟他并上来哟，好像是这样子哦。Is that oyster? Oyster COVID-19 啊？没有啦，没有，它是8%的面店。来，各位朋友们，现在呢，已经我们的电话剩下18%嘛了，所以来讲啊，现在呢是讲了，哇，给哦，我们讲了1小时10分钟的比派啊，来，所以啊，像突然间讲关了没？对咩？你这样子做，对吗？你们讲对吗？这样子突然间讲到这样有 kick， 突然间讲关。哪里有 cake？ 他们其实我看他们有没有 cake 哦，哪里会有 cake？ 他们他没有 cake 吗？他们我觉得他们没有 cake。有 cake 啦，你看狂妹都没停的话，哦，狂小秘书又讲又想要懒惰坐车进，不是不要坐车进，坐摩托也可以吹风，明白吗？坐了船进去再坐摩托进去。哦，好、对啊。你们那里有延长 PKPB 吗 ？PKPB 是什么来的？是不是有延长那个 MCO 啊 ？CMCO 啊？有。到去有。刚才有讲到，延迟到12月20号，延迟到12月20号。光头哥，我要下单一套那个昨天你卖的。可以去下，快去下。Emily， 有。
中王，老公给你调价啊！其实我跟你讲啊，光头哥哦，做这个直播啊，我很顶一下的嘞，哇，他可以把那种夫妻的东西啊，嚯，跟他哦扭转乾坤哦，跟他讲到啊，讲到那个什么，那个叫博大精深。我讲的是事实啊，我讲的就是人生百态、啊，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发生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发生的问题，我只是把我自己破开，好、讲白给人家，分享给人家而已。对了，也对了。啊，像我讲的时候，小妹也在听，小妹也很爽嘛。哦。啊。OK 了 ，OK 了。我想问啊，尘螨机用的时候一定要脱掉那个床单吗 ？Stephanie Chua， 如果你细枕头就不用，不过床你一定要脱掉，因为床太厚了。OK， 尘螨来讲是在床中间，所以来讲你把床单拉掉来讲啊，你放这给它吸的，它的效果会更好。它的效果会更好啊！如果你没有吸，你没有拆开床单呢、啊，它就可以把你床单多余的毛吸掉。对对对，就吸了过后，你的床单都会滑滑。Don't close, continue. 去讲，好不会，给他更改。哦，拿 power 来，快点，没有 power bank 哦。今天 power bank 给我用完了。完了。Continue check 啊，没有啦，没有电了嘞，这一点下次可以主持 FM 了，冯永焕。哎呦，不可以讲，一讲要给他骂的，一讲就给他骂。姐姐，你有没有学一点？妞妞来的、啊，哦，是没是妞妞没？灵气来的啦。妞妞来的哈。灵气来的。灵气来的没？嗯。哦，灵气来的哈。灵气，没有讲话，不然公司 A 告的呀，爬过去呀。妞妞来的。是没？溜溜来的，我只是想你一下罢了。是没？啊，你高了料了，高了料了，高了料。Peggy Lee 啊，光头姐姐加油啊，来加油！拿 power bank 来，没有 power bank 嘞？你觉得呢？你们有 kick 没？我们那个讲呢有 kick。光头哥昨天晚上泡脚的药，可以给我针对手术后肚腩越来越大的吗？可以，可以，可以，真的。因为你很正常的，你如果正了哦，你血液循环快了那，最重要就是你们要开始可以的话做一点运动，为什么？因为那个大肠啊，它懒惰了，变成了可能很容易便秘，明白吗？哦 ，OK， 娇娇不要乱讲啊，我买给妈妈用，没有啦，跟你开玩笑的啦。因为什么呢嘛？你们知道吗？我昨天哦，我回到家，我就看那个光头的直播。我跟你讲啊，我看到他讲的那个直播啊，我接受不到，你知道吗？哇，他可以讲到这样子嘞，顶嘞，真的很顶嘞。不过他讲的也对哦，他真的他也讲的对哦。我讲真话而已啊，啊，我讲真话而已的，我直接讲白白的嘛。是啊，我是要赚一点牛奶粉钱啊，赚点费用啊。喂，坦白讲呐，但是我是自己讲的嘛，对吧？真的。他有没有买一套给你吗？我讲到这样，其实这姐这么你没有下单买一套给你。哦，老板进来呀！老板醉了，老板进来了。光头哥大，下来光头哥大方喽，分享分享他的经历啊。对呀、啊，这姐我是妞妞，请多指教。没有啦，刚才讲错话了啦。可以啦，这一节今天说比较多很多了。我是你们，请自己吧。我什么？我叫大方，我只是我觉得 OK 啦，没问题了。要真呐、啊，做直播不用假了嘛。要赚钱就讲要赚你钱呐、啊，白一点呐、啊，对吗？这样假，通街都这样假，你也跟着假不行的吗？对不对？真真来，滴滴来。我唯一接受不到的东西是什么？他讲啊，如果跟老婆吵架哦，然后要讲谈回，要讲谈回他哦。我讲嘛，唯一一个东西我最接受不到了。他讲，他直接啊，他讲啊，你如果你不懂要怎样去谈你老婆，你就啊装了那个正脚桶的水是吗？拿过去旁边，在旁边，立刻他吵啦，来啦，我给他进卡啦，我接受不到，我笑到肚子痛啊。真的、啊，真的、啊，我在解密的时候你在那边笑啊，我笑到肚子痛啊。真的呗？是啦，是啦，我是讲真实感受嘛。你两个跟我吵架的时候，你哪里会想要跟他好好讲话了？
两个都要赢了嘛，我认为我对，你认为你对，我认为你错，你又觉得我错，对吗？这样我又不想吵了啦，够了啦，够了。问题是啊，我在想啊，问题是我想什么了嘛、啊、如果我跟妞妞讲这句话，你卡啊吵了，他不会躲开我拉过来不？像他们这种是属于那种真的很大男人的、很大男人的时候，像你小男人的话，你就可能就讲，老婆，我帮你装好热水了，洗个脚要睡觉了，不要好睡啊。然后你很潇洒的转个头走，他其实爽了的，你还是招百试百灵的。来，昨天去面交的时候想多买两个厨师机，请问这个月有来货吗？有吗？来不到，来不到，来不到啊！暂时厨师机没有货了吗？啊，到货。J 姐为什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有没有买一套给你？没有啦。啊，他有嘞，他都不跟我讲了，他直接去 counter 给现钱 ，OK， 啊，直接带走。没有的啦，我们这种，其实我跟你讲啊，我跟你们讲啊，郑晓彤啊，有个东西叫治标治不治本。什么叫治标不治本啊？我跟你讲，昨天我还没传，按摩枪就可以了，我还没有传授一招给他们啊，还没有传授。现在跟你们讲啊，打开要传授了吗？我跟你们讲，你们如果说啊，真的啦，哦，你家里有讲不记得啦，我跟你讲，你丢三包下去啊，两公婆一起在那边挣啊，多爽的。是的，不然就过了疫情啊，你们有去云顶啊，租个 hotel 啊，哦 ，OK， hotel 里面要有讲不记的那种啊，嚯，你丢几包下去，你讲爽不爽？肌肤，你的那个老姜啊，肌肤，你的那个皮肤，哇，给你那个新陈代谢，哦，加强它，给它快一点，哇，你们的那个排泄快一点，皮肤就亮丽了。也对哦。过了，你讲啊。也对哦。啊，是不是？啊，走了。啊 ，OK。加一还加二？十点去了。来，星期嘛，回答你了啊 ，Mickey 美艳。谢谢光头哥，有做运动也有小吃了，肚腩还是一样比较大。吃 fiber 啦。好，吃多点菜。你是不是很喜欢吃辣椒？是不是很喜欢吃辣椒先？因为这个我有跟一个很成功的人，他是对这个东西啊，他是属于中医来的，我有跟他了解。吃辣椒种子是不会瘦的啊。啊，因为它全部并在你的，它是克星，它是大肠的克星。对呀、啊，然后而且大肠是吸收营养的。对，所以啊，食物进到去啊，不是经过那个胃就吸收了的，它是要进去大肠里面、啊，不会消化。所以你们记得，平常吸收不到，它不是一直感觉饿咯，一直饿就一直吃咯，一直吃就一直肥咯，明白吗？很喜欢吃辣椒的朋友，明天留守我的直播，明天留守我的直播，我让你吃辣椒啊，种子不会粘在那个大肠的啊。来，凯文说，男人就是男人，我根本就是男人嘛。来，这姐真的是啊，这妞妞脚也要保养的嘛，一点都不浪漫。阴阳吸水。来，妞妞直接拿来，待会再告诉老板进这姐的单。哎呀，你们也是够的，怎么你们每个帮妞妞，那没有一个人帮我的，是吗？小弟你不懂叫交心。你花他那个钱拿去买酒跟他，你讲个咯，你高了咯，你难地巴的呀，沙马高天更哦，冰冰蹦蹦哦，你在那里十二楼啊，跟那十七楼不听到。光头哥是疼老婆的好男人啊，这一贼有买，他是私底下买，不知买了几份啊。啊，孕妇这样讲的对了啊，辣才好吃啊，对，辣才好吃啊。来，时间到了，要关播了。没电了啦，也没电了。没有电了啦，剩下48000罢了。啊，来，200位朋友，今天我们聊的到就到这里了啊。来，刷一整排晚安上来。刷一整排晚上上来 ，OK。多两天见，哎，多两天啊，拜六啊，多三天了路 ，OK， 多三天见啊。光头哥是28楼，28楼。他讲，妞妞是讲我们住28楼。好、哦，这姐应该说学多一点。会耶，我会学。对了，光头哥，我喜欢吃辣的，我很少吃肉。我是以青椒为主，青椒啊。你吃肉吃菜都没有这样严重。辣椒种子不要吃，真的，辣椒种子不要吃啊！啊，不要吃，你不要吃辣椒种子，你吃辣椒可以，你那种子不要吃它，啊，因为它真的是我们大肠的克星来的。如果你真的是很烦恼，
不懂要怎样去除那个种子，你打开，你找这一节会帮你解决掉。啊、哦，没有电，三十秒，三十秒关机，来大家晚安。来大家，拜拜啊，拜拜，断线了，不够电了，不够电了啊，拜拜， okay, 拜拜，晚安。